明月照江空，倒影神州万象重重，寒夜之中影攒动，转瞬风起云涌。为什么你背叛李家？为什么不替我们报仇？为什么要做那妖寇的鹰犬？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和被他害死的我们吗？还是已经和他一样变成了妖怪？把这个穿上。哎，快快来，真好看啊！还从来没穿过这好看的衣服嘞，这得多少钱呀？快点啊！来了！哎呦，干嘛？哎呦，对不住。走路慢点啊！对不住。哎，瞧瞧你那没见识的样子。这边。好。头儿让我带带你这个新来的，叫什么来着？陈氏。啊，跟班吧。谢谢你啊。这地儿可真大呀！这是卷宗阁。放案卷资料的地方。阿里娘呀，这一天得审多少案子啊？大惊小怪，这全国上上下下的大案要案判过之后，都得送到大理寺来复审一遍，有冤的平冤，没查明白的就打回去重审。好嘞，明白吗？哎，这案子是咋判了呀？说了你也不懂了。啊！喝茶去了。哎，你
这可难办了。随着这个地方，随着这个地方，就从这个地位走。哎，来，我说你等一下，我过两天核查一下吧。哎，你帮我看看这个。这干嘛呀？教教你这儿的规矩啊，早起晚睡勤跑腿，能学会看少贫嘴啊。那你怎么，刚才告你什么来着？小子听好了，这些都是需要重新批阅的案卷，你要做的呢就是每天从这儿拿了给少卿大人送过去，等他批完了再拿回来交给我，明白了吗？毛爷，这是景家。出去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是啊，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乡下人就是乡下人，这榆木脑袋，哎，只能再等等了。哎，是啊。做这个吧，这一天还长着呢。但因其神职忠孝，须以大义背叛一家，岂不替我们报仇？先委任大理寺少卿之职。为什么要做那妖寇的鹰犬？对得起列祖列宗和被他害死的我们吗？扶道奉行。告诉过你不许进。下去可不行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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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哥们儿，我跟你说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活还能不能干了？别天天装死了，到日子结不了案，大家一块倒霉。也甭废话了，咱们今天就一块去头那儿参这家伙一本。我说各位，咱欺负一新来的有意思吗？啊，哎，都赶紧的，
该忙什么忙什么去。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上头天天催的是我们，他们也不想想自己派了个什么人过来，这几天了，什么案子也不看，比上一任少卿大人呢，可差得远了。快跑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快呀快呀！搞啊！这里砍了个真冤呀！毛爷，那有啥想不开了？饭也不吃，人也不见。陆大人回来了。说城里头又有人被砍头了，这得犯多大罪才得要砍头啊？你懂什么？当官的事儿俺是不懂，可俺刚进城的时候，看见有老人、有小孩也都被砍头了，他们犯了啥罪？他们又能犯啥罪？但俺那卢氏王妻说，咱们这是为人伸冤的地方。要是咱不替他们伸冤，这些我不知道吗？看我现在变成这个怪样子，又能做得了什么呢？这有啥怪嘞？那不就是只大狸猫吗？毛爷，俺不知道你为啥变成这样，又有啥难处？但朕不能光为自己活着。王七说你是个可大的官儿，俺想你一定能替那些有冤的人做点啥，就算救不了他们的命，也别让他们冤死。但将行好事。莫要问前程。哎，这种话说起来多轻松啊。啥？把折子给我搬进来。折，但是毛爷，你把我的以后不准叫我毛爷，叫少卿大人。哎，我说，这新少卿上任都一个月了，就只在厢房办公，到现在也没露过面儿。
你们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彩叔，王爷说多来肉，不要萝卜。嗯。哎，我不是说不要萝卜吗？今天就只有萝卜。哎呦，这个跟班的，我第一次见他就吓了一跳。你们不觉得他跟那个谁也太像了？嗯，可是声音完全不一样。长成乐那样，撞脸也不奇怪吧？嗯，这么说来，身高也不对。哎，对了，这小子不应该是来应征杂役的吗？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随身书吏了？不要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看着吧，我王七一定会找出其中的真相。好好吃饭。出事儿了，彩叔，沈峰发大水了，今儿晚饭做不了了。太和楼外卖到了，谢谢惠顾。啊，少卿大人的特餐，刚才不是有个姑娘给领走了吗？啥？姑娘？久等了，太和楼的外卖小妹给您请安了，要给好评。出去。妈呀！回来！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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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嘛呀？近日本官身体欠佳，一直未与诸位见面，但我深知大理寺少卿一职，干系国之法度，定人生死，责任之重有如泰山，望今日起能与诸位共勉。哎，少卿大人好可爱呀，好可爱呀。少卿大人，我能摸摸你的肉球吗？不能。王七，膳房那边是你搞的是吧？人家是太和楼的小妹。放肆！若非早有预谋，你哪儿来的时间扮成这副鬼样子？整天探头探脑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嗯？啊？我再说一次，以后不要叫我猫爷。走，猫爷。蔡叔嘱咐俺早上跟毛爷做点吃的，可俺只会做这个。和菜、荠菜，蔡叔说最好再放点萝卜。让毛爷吃点好了。佛陀挪如大指许，二寸一段，
着水盆中进，一一手向盆旁挪使几宝，皆急火逐沸熟煮。